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妙涵。那我们又回来我们的密托邦了。那我们等于是破完了第一世界，这叫第一世界啦。反正我们的第一个前置已经打完了大魔王，现在来到了后置，好像不是这样讲的啊。反正我们的大贤者就莫名其妙被两面宿傩变回两面宿傩，所以我们要去拯救两面宿傩。然后我相信这游戏应该可能还不会那么快结束吧。有够久哎、欸！哦，对，我们上次拿到了它喷出来的救急美味，这好酷哦！我们要加在好了好了，就加在我们的主要角色上嘛。救急美味，他只给一个，太小气了吧？我有这么多人要养哎、欸。那我们就先来出发。我记得我们上次是不是接了一个任务，来到了那个莲花池那一带？对，然后就有一堆奇怪的各种跳跳。哦，所以最上面就可以直接进入主线啊？会不会太快啊？我们先打个食物跳跳啊。好吃的美味跳跳，我现在缺食物啊，全部都成为我的粮食吧。他刚是拿鼻子打我嘛，我现在才看清楚了。反正是跳跳嘛，我就来想办法增加好感度的部分嘛。想展现好的一面，哦，一个食物到手了，黑死魔做得很好呢，哇，百万雷电，怎么样啊？炎之呼吸，你这时候行动会不会太大费周章了？成功了呢。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获得了高级跳跳点心啊！我记得炭治郎不爱吃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旁边那几个到底要怎么过去？感觉这是要往这边走。那这只嘞？这只是不是还有岔路啊？算了，我们先上去看一下好了。走吧。嗯，什么东西？好帅的跳跳，他的眉毛好粉红，好粗哦。上吧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他率领的一堆跳跳，超稀有跳跳，超稀有跳跳的行动，变成，喂，哎哎哎，我裤子都脱了，你给我看这个！啊，这游戏好无聊，都没办法打架哎，这无休息怎么那么无聊啊？哦、好没劲哦！以为要当以为你要打王的时候，王突然跑走的感觉，这感觉到底该怎么说呢？喂，21，小怪打完了啊？不是啊，啊我的王嘞！我的超稀有跳跳实现了他的请求，我实现了他什么请求？我什么事都没做的感觉嘞。收集100种料理，他刚刚给我什么？哦，好像什么稀有的那个什么东东。哒哒哒哒哒，喂！打从心底爱爱爱。他想要建议哦，我们来看看。嘿，炎之呼吸趴下了。我先去吃饭。啊，炎之呼吸好失落、哦。炎之呼吸生气了啊，这个叫好感动。我回来了，拿了苹果，一起吃甜点吧。那对他来说是主食了。很喜欢骑马，想骑得更久吗？哎，把它放回去。那我来看一下这兄弟。嗯。哦，唱歌时间。
真是一首好歌呢。喜欢等级上升了，哒哒哒哒，哇！超级爱兄弟提醒二。哎，我好奇哦，现在最高好感度的是谁啊？兄弟已经到27嘞。哦，黑死毛跟伊沃做到29。哦，应该目前最高真的就是黑死魔跟伊沃做到29了，所以目前还没有人30。第一组的话应该是黑死魔跟伊沃做吧？啊，那这样子要不要先把他们分开一下？感觉要平均一下我们的好感度呢。看一下啊，炼狱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房间分配一下。哦，他们想买什么东西？我买得起吗？这他是要求婚花束吗？哇，好 fashion！ 等一下，他是中空的。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买！它中间是露开来的，是背心哎、欸，伊沃做的背心，还有个蝴蝶结，太可爱了吧！有粉红色的，我穿。他没穿裤子，他没穿裤子，不是上面符合了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，我要怎么看呢？我看一下他穿的样子哦。哎，他下面没穿啦。它上面如果只看上面的话，这是一好不容易比较像它的衣服的东西，但问题是它下面没穿啊。你帮他穿一个裤子会怎么样啊？为什么要下面没穿啊？虽然是白色的没错啊，但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啦。哇，只剩1000多块，我买不起这一捧花。看一下游戏区有没有赚钱的机会，好像有机会哦。玫瑰棒哦，不用买，他自己就附赠过来了。啊，我不要星星蛋白哎，虽然比一颗糖果好了。啊，玩倒、哦。玫瑰棒，有了，拿到玫瑰棒了。求婚花束，然后变成爱天使传说了。我们刚刚好像有拿到新的食物，就是这个高级跳跳点心，给炼狱好了。哦，原来不止一个，那给探探。为什么你都不爱吃那些东西啦？哇，他魔力到100多了耶 ！HP 加攻击的，给他好了。好，我们再出发回那个城镇回任务看看。哎、欸，哦，可以直接这样飞哦。他真的完全变我们的飞行工具哎。啊，好远！哎、欸，换人了耶！等一下，之前不是笨九吗？然后这个本来是谁来的？我有点忘了，好像本来是密友的角色吗？忘记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换人啊？哎、欸，啊不是，我要去哪里还任务？哦哦，我们当时就是跟他接的啊，不是他怎么会这样随便帮我换人啊？哦，还是啊不对啊，是跟他接的啦。啊啊，是你啊！状况如何呢？嗯？啊，不是，啊？哎、欸，难不成我们的主线任务不在这里？哎、欸，好奇怪哦。那往哪走？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记得是跟一个人接了任务，那我们现在跟其他人接，原来这样进进出出人就会变哦，太奇怪了吧？哇哦！所以跟他们讲话会怎么样呢？唱歌魔法师，哎、欸，可是对话是一样的耶，所以他就随机变脸哦。真的耶，对话是一样的，所以脸会随机变啊，这样好诡异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接这个任务吧，因为他感觉是这两个在亮。哇，雪山的那个吧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还没去过雪山，我要去看。
我好在意没穿裤子的一窝座。接受了 Happy Cat 的请托，出发。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任务是解完了，不然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接任务了。欸，他要跟着我走。哦，啊，龙在这个地图好适合，好可爱哦。没有来过欸，这个新地方。冰大地，你的名字可以取得再困一点。不能取什么冰原啊，或者是冰什么的。冰大地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炼狱一片白茫茫的，我好在意你没穿裤子哦。雪好松软啊，真的耶，好松软啊，好梦幻啊，好棒啊。哎，就这样。炼狱很有名吗？很有名啊，他可是电影耗资电影，呜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这可以养吗？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啊，要打企鹅、哦！我磨个爪好了，抓抓抓！我也来帮忙。看我的新娘捧花，哦，企鹅！炼狱的行动，骑马攻击。哎，他的刀怎么变那一把？我记得不是给他更酷炫的之类的吗？赢了呢！哦，这里经验值也很高呢。企鹅点心看起来也太真实了吧？它已经不是料理了，它是变成生鲜食品了。往上还下来，往上。哎、欸，如果不加快来说，它的音乐好像蛮好听的。高级蛙汁，这个汁是从哪里来的？因为旅行的疲劳让气氛很紧张，小心一点啊！你才是呢，又是探探。三七七，李子断线啦！李子也断线啦！幺七一起气，每次都是探探，玩过个性真的好麻烦哦、啊。啊、好可爱，企鹅好可爱哦！旁边的两个可以走开了，没关系。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用个两手抓好了。啊，要抓企鹅啊！好了，抓一下了。喂，他刚被打的声音是喂，吃我这招。啊，他被打的声音也好可爱哦！喂，只有你的黑什么 ？Why？想展现好的一面，爆炸！我旁边那只也太硬了吧，好不甘心啊！他因为展现了好的一面，所以会不甘心哎、欸，好酷哦，好生气的黑死哦！完了，他们两个必须要睡一房了。发现旅馆了。超过1200，胜利决心，三分容量增加，变380 ，MP 提升，变160。好了，我知道他很感激啦，这个神真的是看热闹型的啦。OK， 好好好，够了。突发事件啊？这什么新东西？哈？他被确诊。炼狱感冒了，啊，那我要怎么办？他好像感冒时没办法提升好感度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旁边几个不重要，我想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，吓死我了！他为什么突然炼狱的感冒还没好，无法出门？啊，他是要利用这一招导致我们没办法一直固定选某些人，是不是？等大家都健健康康再继续旅行吧。啊，这个游戏真的很会哦，它真的很会哦。
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胡萝卜，吃吧，喵喵喵喵喵，不好吃，被嫌弃了，连字呼吸开始挑嘴了，就跟猫一样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反正我们先把那个，哇，那这样怎么办？他这样好感度不会，他会看我哎，耍炼狱，生病也要玩他。那这样我们待会要带谁好了？带个，带小恶魔如何？好，带小恶魔好，那稍微陪一下好感度好了。嘿，那他这样子炼狱到底要怎么办啊？他是就感不知道是不是要过几，就是等于他应该是被暂停，可能几回合吧，不能用的感觉。那他能吃东西吗？他缺席了，好酷哦，好好笑哦，还会这样哦。好了，久违的小恶魔出场，给你吃条鱼，生吃鱼，生吃鱼也太垃圾了吧！黑死魔也都是生吃河里的鱼了，长大的吗？啊，对，我们要先解决吵架的事情吗？可是我觉得他们吵架有时候还对话还蛮好看的，先保持一下好了。用睡的方法，你那张床也太好笑了吧！好，我们来看啊，我们就带上童魔。哇，这样等级落差也太大了，打得过吗？喂，走吧。啊，他掉下去了，完蛋了！为什么不选童魔啦？他这啊，有陷阱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先走吧。他一定不想跟鬼同组，直接被上旋一二三包围。探长离开了队伍，完蛋啦！我们旅馆见吧。奇怪了，我现在都是变成眼睛怪，好酷啊！这个雪人有擦口红，太酷了！想展现好的一面，你好歹用个毒奶吧！哇，这样子感觉我不能鬼混了，我们的战力好瞬间变好薄弱，我们的两手抓，哈！哦，好像还行哦。我呼呼，喂，久久没出场，竟然是戳我吗？对，旁边那个是真绿耶，所以他可以帮我补血喽。13等，好可爱哟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可他竟然是牛奶，为什么不是热可可之类的呢？你我坐等一下，冬天的香蕉吗？叮，给你一半吧，各吃了半根蕉。HP 回复的东西是可以分一半吃的吗？那这样子你们可以以后都节省吃啊。要记得买胡萝卜。哦，完蛋了，三个人而已，完蛋啦，完蛋啦！好恐怖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直接打，直接打，撑得住啊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！旁边死一只了，完蛋了，他打谁？哦，好险哦！哦，只要不要打童魔就好，童魔实在很担心啊。童魔和马的行动，炎之呼吸攻击，哇！不愧是平常就有跟炎之呼吸培养好感度的童魔，不是你的真侣，给我补血哦。他只剩这样子哦，那就直接空拳赏他。我有肉球哎，原来空拳有肉球吗？好可爱哦。赢了呢。
雪人高级牛奶，他这样喝得完吗？分上下两条路，宝物跟宝物，那我是要选什么？打开，钱钱哦，游戏券三张，发现旅馆了，所以我们这炼狱被暂停几回合呢？感觉应该不会那么快。他这样不会培养好感度我觉得好像要把他们放到马那边。等一下我们再来打一场吧，这时间太短了。继续，两个吵架的家伙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他陪到马那边去，这样比较划算。我有办法移动炼狱吗？跟颜值呼吸水。哇塞，这颜色好适合他哦！可是我们现在只购买一个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颜色也好帅哦！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真的好好看哦！虽然用不到，但是我想要换。好帅哦，这一件衣服。结果买了一个用不到的，可恶！哇，好希望的有能赚钱的地方哦，缺钱啊！宝宝副食品的区域也太大了吧？喝牛奶时间 HB 跟 MP 哦，这样还不错先给探探喝看看。然后黑死魔喝看看，他不爱喝牛奶。高级的，头模喝看看。哇，所以我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培养一点几只副战力耶，不然到时候生病真是有够麻烦的。OK， 再出发。结果他们吵架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状况，刚好12种盗贼服装。这里的音乐真好听。哇，好久没玩了，他猜谜不知道有没有新游戏耶，都已经到第二轮的状况。等一下，永远拥有一颗童心。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问答游戏 Sensor。你还记得过去的相遇吗？哈，我的记忆力不是很好呢。今天的问答是：我是谁？你是宝可梦吗？我要玩。那么问答开始了。我是谁？皮卡丘。一共有三题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题，可疑的父亲他真是厉害呢。第二题，恶作剧的魔女查查完，还好是自己挑的脸，就印象比较深刻。第三题，大粉丝三号那个遥感，他如果把遥感全部放在一起，我就不知道是谁了。精彩，恭喜你了，我对你甘拜下风，这就送你吧。哦，好险他没把那个粉丝一二三放出来，一二三放出来，我只知道二号应该是插头，就变成一号跟三号我分不出来，所以现在知道三号是彩色的。好，那就再见啦。没穿裤子的一窝猪。哇，开宝箱跟前进的道路，这边上面应该是往 KK 美食区，这边是有宝箱区，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主线，我们往上先开通一下好了，下来主线就留给下一次吧。走吧。遇怪了，好可爱，这里怎么那么可爱，好想摸它肚子哦。看我的猫铲拳，对，我想用一次空拳，再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肉球。好，准备好了。滴在我手上吗？肉球不见了，变爆炸了。我想看肉球，我来帮你吧。
他发出了惨叫，听起来好可怜哦。很好，哦，升级了。感觉如果花私底下如果要花时间带其他之猎，应该很快，因为毕竟经验值很多。但是有个问题是，一窝座等级会变超高。谢尔点心。是什么呢？啊，又要挖东西了，好像买的什么？哎，我手上武器怎么不见了？挖看看。大家就这样看着我，什么都没有挖到。啊，损血，可是我血好多，算了，酷啊。鱼乖，这好恶心哦！而且他根本没有眼睛啊，所以他没有偷别人的眼睛，不是吗？哦，他偷嘴巴啦，好恶哦！把他管打掉啊！不对，我要看肉球。左右夹击，我也来啊！两个左右夹击啊！那这样我看得到肉球吗？哦不，我想看肉球。左右夹击，到底是多爱夹？不甘心，嗯，哈，吃低，啊哦，甜蜜的悄悄话，一山还有比一山还高啊！加油，冷静一点，哦，让大家恢复正常，继续看能不能看到肉球，想展现好的一面。哎，我上次的肉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左右夹击。哇，被一二夹哎！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喂，对，我手上的东西到底为什么会不见啊？还是因为它没显示武器？难道我这么久才注意到啊？吓我一跳！不要突然那样跳起来啊，吓死我了！所以他大概会暂停两回合。超级喜欢！哇，那这样子好感度的部分还真的挺麻烦，人好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吧，下一集再来看看。好了，我们先看一下好了，不然那个看颜值呼吸在那边装可爱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在干嘛，应该又是要食物吧？带着睡意打扫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啊，睡着了。童魔真的跟颜值呼吸的好感度到底冲到多少啊？等级10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完全都是靠系统自动发送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再去继续前进，看一下这个雪地的任务到底是怎么样。那今天的弥陀帮就先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